阮即马就伫咧金门，我甲你讲，在这里啊，也有辟邪剑里面的超级明星哦。公子爷，请问一下哦，听讲你有拍过广告，是真的吗？哦，兰咖啡。即马迄金酒公司的迄家务客就面顶的主持人就是永远后水头即阵方师爷。安尼会使吼？哎呀，安尼白好啊！哇，你看安尼真的披风披上去，真的哦，非常好看的哦。每礼拜三暗时10:30，宝岛神很大 ，Oh my god！